日本人气舞团 Avant-Garde 以独特舞蹈风格及短发造型走红全球。日前来台录制节目 We Are 我们的除夕夜，与艺人王彩华嗨跳夯取宝币大获好评。过年期间赴香港演出，还合作玄学家麦玲玲拍摄新春影片，搭配科目三作为背景音乐。据港媒报道，麦玲玲受访时就称 Avant-Garde 若想攻中国市场，影片可用洗脑歌曲科目三。但影片上传 IG 后，随即引来网友议论纷纷，直呼科目三毁了全世界，用错歌。接着14日 IG 在上传于香港维多利亚港前大跳科目三的影片遭到香港网友狂轰，质疑舞团想讨好中国观众，扬言取消追踪，让 Avant-Garde 官方账号火速删除影片。直到15日 IG 上传新的舞蹈影片，搭配港星许冠杰的歌曲《打雀英雄传》，才让香港网友灭火大赞，这次棒多了，这就是香港的味道咯，有诚意。不过和麦玲玲和拍的影片仍保留于 IG， 留言区也持续增加对科目三反感的负评。